么呢？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三个人啊，然后准备去客户家里面呢贴一下他家的家具膜啊，就是他的茶几啊，什么床头柜啊，什么电脑桌啊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呢都需要贴个车衣保护一下，因为家里面刚刚装修嘛，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比较新。新的东西呢，可能大家都有一种要保护的欲望，对吧？我们带了这么多啊，这么多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出发。喂，在干嘛？在家吗？对，到了吗？我们现在出发，我不要确定一下，你等一下又出门了。哦，没事，来吧。那我快到门口了，怎么进去啊？你到时候下来。你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下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电话没人接我以为你看到我们就跑了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没看到你，然后应该抱个小人吧。这么大的太阳，我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你好，你要不要伞？”我们的客户看到路上有个妈妈抱个小孩，他想过去把他的伞送给他。客厅的这个要贴，那个台子要贴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电脑桌，那个饭桌要贴，还有这个台子要贴。好了，我们动手吧，先贴这个大的呗。这个房子多少平来着？200。你看，200平。这个是我自己家。是我们自己家生产的，贴上顺便介绍一下你家的产品是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说这种贴了不好。啊、哦，这 PVC 的嘛，对吧？对，厚的嘛。贴了就发黄，还有它不起泡，我把它扔掉了。那个 PVC 的会发黄，然后不服贴嘛。我们这个 TPU 的贴完之后呢，就比较贴合、啊，看不出来。上面加这刚原来铺了那个 PVC 的、嗯、一个不服贴，一个里面呢都是泡，都是泡、哦、这个表面全都是泡，不服贴的哈，然后又硬，这是客户自己家生产的，这张给它扔掉。用这个贴可以了，比你原来的 PVC 好多了吧？哦，太漂亮了，跟没贴一样。对，这个而且亮度会比原来的要亮一点。哇，太好了。嗯，以后业务介绍一下是吧？有，一定介绍。对啊，你作为这个东西的厂商，对吧？你都不喜欢这个东西。我自己弄的我都感觉不行，你看我都把它撤掉。完美。对的。看到了黑夜，你看还在这里弄。
我们全部搞定了啊，餐桌、玄关、茶桌，然后卧室，算是一个小吧台吧，还有一个书房，全部贴完了啊。对，现在东西收拾完，等一下就回去了，等老板来验收一下啊，看一下看一下啊，验收一下。比以前更有光泽了。啊。跟没贴一样。就是隐形，隐形嘛，就要。如果不告诉你贴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肯定知道，你告诉别人，你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觉得贴了之后好像比没贴更有光泽。对，这个本来就是增加亮度的。对呀、啊。对，像你那个书房那个本身有划痕嘛，啊、然后贴了之后它就没有了。你看，本来没贴的时候它是有划痕的，贴了之后好像划痕也没有了。对，就非常的亮，非常的亮。这灯光照下来，我感觉贴了这个膜才对得起买。对，花这个钱买这个买这个家具啊。对。以前还挺苦恼的，我觉得这个怎么办呢？嗯。不贴吧，会有划痕，就是你仔细看稍微有划痕。贴吧，我感觉又遮住了我这个桌面这么好看的。对，用其他颜色的会把它遮掉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这个的，你看我那种。你就你自己反正做的那个都带颜色，透明的就那种。对呀、啊，用 PVC 吧，弄上去就很 low， 起泡。对，很 low， 就是很明显上面一层东西。你看这个就隐形，就跟吃了那个贴纸。反正变更新了嘛，啊、就更新了。对呀、啊，完全看不出它贴了，并且又新了又光亮了，太棒了。可以。五星好评，五星好评。两个好，下次记得介绍朋友是吧？两个小哥哥也辛苦了，现在非常用心，非常仔细。嗯，好，小哥哥用心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人还在啊？拜拜。拜拜。走啦。拜拜。OK。然后。今天就从下午4点多，我们贴个家具膜贴到现在。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解决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，是吧？